苦涩。如果你是一曲恋歌，那我是歌中斜阳一抹，从晨曦到日落，你是天空飞过的星河，我是落款的笔墨。我有万千天长高的字里行间，有一种情感超越所有的一切，叫理解，叫知音，叫俞伯牙和钟子期。我找你找的好鬼，所有都放弃了，都要成全他，我不得保着他，护着他吗？我那么爱他。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看我 baby 啦，他是我花花啦，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有全世界最美的笑容。我觉得我可以过很好的生活，但是呢，他把我关在我们昨天发现的那个房间，然后其实我当时也很小，我也不懂他在对我做什么。但我内心非常的难受，因为我其实知道他们爱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一个学习好的我。你爸有这种暴力倾向，然后没事就拿你解气。爸爸经常虐待你，对吧？你是身上有啊，有淤伤哎、一喝酒，他就会打我，然后家暴。对，会对我家暴。我五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病，爸爸就非常的觉得没面子，他就把我关在这个里面。我的哥哥们爱我，我的父亲爱我，但是他们给我的爱，没有让我得到救赎。终有一日，我们的旗帜将重新飘扬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再受此屈辱。我是一个女性，我希望她永远。从根本上，没有任何人以自己的角度可以有权利去惩罚，或者说是决定任何另外一个人所犯下的错误。唯一合法的惩罚就是法律。一天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每个转身恍如初见，离去的少年，风尘仆仆，见字如面。春风秋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跨过了，跨过了什么？万水千山。